我在刷微博，就刚开始是很开心的在吃瓜，然后我看到了，就是刷到了，就是王一博河南的那个捐款300万的事情，我真的有一种，我真的有一种就是沉冤，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，他真的什么都没有说，他没有在任何公开平台上说过任何的话，他还第一时间去了最前线，然后被骂是作秀，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，他什么都没有说，他那天早上还在救援，然后下午的时候就连轴去了街舞。他那几天基本上都没怎么睡过的。街舞你们都知道的，是要录到大半夜的。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今天看到那个，我有一种沉冤得雪的感觉。我刚才刚跟我姐妹哭完，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善良、特别好的人。就是有一句话不是说"世界恶意昭昭"吗？但总有人报之以歌。我觉得就是说的是他，为什他真的什么都不说，他就一直在做，他真的太好。